出来着火，在雨中我照样牵着你的手，随着荡秋千摆动，吹夏天的风，夏天的风，就像你最温暖的手。你说每个人都懂，红色代表爱情的沉重，上回你回来的时候，夏天的事情你怎么没跟我提一下呢？夏天的事？夏天的什么事啊？夏天他放弃念博士，他还跟人……哎呦，这种丢脸的事情实在是说不出口哎。吴先生说的是夏天生小孩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怎么不跟我提一下呢？不是啊，我回来的时候呢，夏天又跟我说不要谈到私生活的事情，我想我是一个外人就不好意思。真是家丑家丑啊。上回我有说如果啊你要是再来的话，一定是我请客啊，你就赏个光，然后我顺便有一些事情想要请教请教你。不，我请你，我请你。什么话，你远来的是客，怎么可以让你出钱呢？我请客，然后我们一边吃一边聊，我真的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你，好不好？走走走，走吧走吧。好好，别客气。好好，谢谢。嗯，这个夏天呢，是我从小到大最引以为傲的女儿啊，她在学习上面呢，哇，每一样表现的都不得了，没有一项学科难得倒她。是是。我这个做老爸的，我本来以为啊，他到了美国很快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回来，光宗耀祖，没有想到发生这种事情啊。对啊，老爸知道后啊，还很生气的打了二姐一巴掌哦。哎呦，吴兄啊，这有必要吗？我实在是气疯了嘛！我这……哎呦，你这没办法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可以证明哦，老爸真的气疯了，他气到啊，现在还不跟二姐说话哦。东东，你看到我们长辈在讲正事，你这小鬼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动不动就插嘴？你乖乖坐到边上好不好？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家丫头我实在是没家教。言归正传啊，讲到这个夏天啊，我也知道夏天啊会这么做，他一定是因为有小宝的关系。小宝啊，这个其实在美国我跟小宝也算熟，我特别喜欢他。他还乖吗？乖乖啊，小宝乖得不得了啊。哎呀，多亏了有小宝啊，要不然我一定活活的被夏天给气死。哎呀，陈教授啊，哎，我说别陈教授陈教授的，多生疏啊，教语训。好，教授教授真的感觉上是比较生疏啊。是啊是啊。那我就叫你一声
迅哥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我呢吴四季，那你就直接叫我四季就好了。好，迅哥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认不认识这个小宝的爸爸？我认识，我也见过。那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呀，他大致上来说还算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人。学养也很好，还有我觉得他呢，我个人觉得了，我觉得他还长得算体面。他年纪大不大？这个年纪，这个，哎呀，在美国也很少问人家年纪，这不太礼貌。但是从他的外表来看呢，我觉得实在是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大，真的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做教授的讲话就是这样，不会得罪人。我看实际情形啊，一定不是这样。这男人啊，他一定是个混蛋。你看，我们家夏天呢，好好的一个女儿到了美国去念书，结果被这个混蛋啊，哎呀，真是为了他放弃学业，他不是前途都毁了吗？这个混蛋啊，他一定是没有真心爱我们家夏天了，要不然怎么我们家夏天年纪轻轻的自己还是个孩子，就又生出一个孩子来？你说说看，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混蛋啊？哎呦，可是老爸，你不能这样啊！至少二姐是很爱他的，而且呢，我觉得那个男的对二姐也蛮好的啊。东东啊，你如果真的要发表意见，我可不可以拜托你啊，跟老爸站在同一个战线好不好？老是这样扯我后腿放炮干什么嘛？好啦，你是我生的吗？你是啦，真是的。哎，是这样，这个冲啥的哦？来了，江都，这，来，我帮你介绍一下。好，我夏天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指导教授陈教授。哦，那个会这样的情色哦，不好笑哦。陈教授，我叫莫黑啦，嘿，啊，我是四季的西东兼外头，我兼妈子，我兼亲家，因查某囝是我的新妇，所以我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哦，哎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春天的公公是吧？哎，是是是，就像，你好，我叫陈宇迅。啊，那那位呢？哦，你叫谁啊？我咋个样？不是不是，我是他儿子。好了，现在现在了。哎，小娟。哎呦，帮忙下边拿副碗筷了。啊，快快快。好的。妈，枕头下面很脏，要扫啊！行豆开，行豆开。那大腿部，腿部洗了下。唱，鸡毛灰啊，唱西腔，搁连个新豆壳，你是讲心灵有多味哦？新豆壳有唱，我一定有唱，你不可能让他唱一百块呢。牛杯，哈哈，冰河，三百，应该唔拿三百，这摆是啥物情形？欠钱用白安尼，是掉头费用啊你！啊，大教授哈，哎呀，毛杰兄啊，你别叫我陈教授了，你就跟四季兄叫我一样，叫我宇迅。啊，宇迅哦，哎呦喂呀，你看哈，人年纪跟咱差不多，
哈，人迄名给我遮斯文，不但名斯文，人嘛斯文，啊，像咱啥物死毛黑啦，啥物干面四季豆啦，足无气质的呢。小心啦！哎，等喂。过来，过来。哦，今日你免笑。不用喂，其实我也有带酒，喝我的好了，嗯，好吧？对，我的酒还不错，不你看看。来来来来来。啊，有有有有呀。专门带给你的，这什么酒啊？没看过哎。这个酒我在美国买的，是限量的。哎呦，很不错的酒。那它是算是 brandy 还是什么？它呀，它是威士忌。哦，威士忌。哦，威士忌哦。哦哦，那很贵哦。还好了，还好了，不是很贵。大概我买的时候就900美金吧，我记得。大姐，9436，他们啥班的？哎呦。嗯，还好啦。哎，哦，安尼比你的尊重少一半呢。什么尊重啦？司机好，这嘛是我的聘礼呢。好了好了，别个提议人者，我都较早拢在念讨钱啊。听阿琴叫我来讨尊重，拢会记得啊。哎，这时光这个太贵了，我们留到过年再喝好。不会不会，一点都不贵。我跟你说啊，司机兄，这个酒呢，它是限量的，而且它的酒质，你待会喝了就知道，真的，900块一点都不贵。来，我们喝了。麻烦一下那个冬天呢，来拿那个三杯的这个杯子，好不好？来喝。看，那这随便一口就好几百呀！哦，哦，醉了醉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准备来了。这威士忌香不香？赞！来喝一点，来一点。我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莫得了，莫得了。别怕别怕，没事。啊，对。来来来来，试一下，我帮你倒一下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今天真的太高兴了，说真的，能够跟那个四季喝酒，还有能够认识这个春天的公公，真的太荣幸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谢吉他，当特者啦，点点我啦，啊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别不客气嘞，我还有我还有，都不贵哈，来，哦，哦。啊，好久啊！哦，好久好久，哎呀呀呀！啊，到家了吧？啊，老伴这个很重哎。哦，哎，那什么酒啊？怎么后劲这么强啊？来来，躺到躺到，别说话了。哦，太久了。啊，躺到躺到。哦，好啊好啊。冬天啊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啊，谢谢。陈教授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哦，我知道你回台湾了嘛，那就想过来看看你。遇到你父亲，他说请我吃饭，我们就喝了点酒。那你有没有？我是说，啊，跟啊，陈教授啊，那个夏天的意思是说你来我们家遇到他爸爸，那你们有没有聊什么事？哦，没有没有。什么都没有聊，就是没聊什么，就跟司机兄聊聊夏天的事情，没有。哦，哎，谁叫我名字啊？哎，哎，夏天，在啊，夏天啊，陈教授是好人哦，他年纪跟老爸差不多，可以做你老爸了啊。他懂很多很多人生大道理啊！他说，你要啊，对你自己的未来要思考啊！啊，你听他的话啊，不要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啊，这糟蹋你自己啊！啊啊！他到底是喝多少酒啊？我来了，客人、啊。三姐，这位呢就是二姐在美国的指导教授，就是送很多东西给老爸的陈教授。这个陈教授啊，因为知道你姐姐夏天回来台湾，所以他回来台湾的时候顺便来看看他了。哎呀，哪里知道你爸，你看看，把人家带去喝酒，自己喝成这样子，真是的啊。陈教授，你也喝了不少吧？没喝多，还好。那我去泡茶给你们解酒。啊？啊，陈教授，这边请坐。好，坐坐坐。谢谢。老爸，
小心烫！我这边已经不太舒服，可能喝多了一点。我就先回去了，好吗？好，再见各位。那我送你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留在这边好好照顾爸爸。那我们就不送了，陈教授。好好好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晚安哦。云勋到底在做什么啊？ 不但跑来叫你找老爸，还和老爸还有毛蟹伯去喝酒，哎呀，难道他不怕老爸知道真相吗？哎，你不要担心这么多。这个雨迅啊，做事情向来沉稳又周全，他会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嗯，道理也许就是，说不定他想要用这种方式跟你爸爸建立感情，这样将来跟你爸爸说明你们的事情的时候呢？ 你爸也比较有机会接受，这样真的有效吗？老爸会因为这样就接受语训吗？有可能啊。哎，二姐，你老实说，你跟陈教授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嗯，说不出的爱要怎么重来？未来该有什么事情？放弃走一口一口。 你老实说，你跟陈教授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嗯，你不是知道吗？就是我的指导教授啊。啊，就是这么单纯的师生关系吗？那为什么我刚刚看到那个陈教授也没喝什么酒，看起来也没醉啊，但是你就开始为他在那边泡茶解酒？而且我发现呢，你刚刚看他的眼神很怪，一点都不像是对老师。 反而比较像对爱人。秋天，你不要乱说话。秋天，让我来跟秋天谈一谈。秋天啊，那你说你觉得夏天跟陈教授看起来像一对恋人啊？嗯，有一点像。 有一点像啊，嗯，那你觉得他们两个外表上看起来配不配啊？你要我说实话啊？嗯，我觉得那个陈教授的年纪实在是太老了吧。嗯，不过呢，经过了建远跟佩安的事件之后，我觉得外表真的没什么意义耶，反倒是如果能够遇到真爱的话，才是最重要的。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并不反对你姐姐跟陈教授在一起喽？哦，果然被我抓到了，他们的关系很不单纯哦。我记得我以前问过二姐，为什么愿意放弃学业，跟一个男人未婚生子？她跟我说，那是因为她遇到了一个真爱。如果这个陈教授真的是二姐的真爱的话。 我会很用力、很用力的祝福你，二姐。秋天，我还以为你会和老爸一样反对。二姐，虽然我平常看到你总是爱跟你斗嘴，但是我内心里真的是很祝福你的。秋天，谢谢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多了秋天这个生力军，可以来说服你爸爸。 接下来你们两个就好好的讨论一下，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春天还有冬天。哎，千万不能告诉冬天啊，他是一个超级大白目大嘴巴。大姐，哇，还真是说人人道。为什么你们都在房间啊？哈，你们在讲秘密对不对？哼，你们真的很过分哎，讲秘密也不找我。 谁叫你是大嘴巴、啊？我哪有啊？哎呦，你们跟我讲啦、啊。
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，我发誓。管你发誓、发五还是发六还是发春啊，就是不跟你说啦。好啊，你们不跟我说，我去告诉老爸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讲秘密啦，但是你要保证，绝对不可以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哦。嗯。我啊，好好好，我来说。啊，这个冬天啊，很兴奋吧？嗯。深呼吸。嗯。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一个大秘密。嗯。这个秘密就是啊，陈教授就是小宝的爸爸，也就是你的二姐夫。我刚没听到，我刚没有听，我刚刚没有听到啊！冬天，不能讲啊，冬天。哎，完了啦！那你别会讲啦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啦？我又知道了一个秘密，而且还是超级大的秘密。哦，憋在心里真的很痛苦哎。没事啊，什么啊？没事，好好的，在晚上这样叫很恐怖哎，真的是搞什么？哎呦，好了，不要打我了，我很痛苦哎，心里面有秘密不能说，会生病哎。哦，你这个人很奇怪哎，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啊，干嘛憋着啊？真的吗？那我去跟老爸说二姐的秘密。喂，真的？谁叫你跟老爸说啦？哎呀，那我可以跟谁说啊？啊，大姐。什么？小宝的爸爸是陈教授？当然是真的啊！大姐，我们家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秘密啊？现在啊，我都搞不清楚什么是能说，什么是不能说了啦。拜托，这件事情当然不能说。老爸都还没有原谅夏天生下小宝还有放弃学业的事情，万一让老爸知道小宝的爸爸是陈教授，那老爸一定会气炸的。哎呀，啊，这么严重哦？那当然啊，吴冬天，我警告你哦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。万一老爸要是知道这个秘密的话，我就把你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啊。大姐，我是打给你找你发泄的，那怎么变成我被你威胁啊？那你现在发泄完了吧？注意啊，从现在开始，要保守秘密，知道没有？好啦，我记得了啦，秘密。晚安，拜拜。原来夏天的男朋友小宝的爸爸是陈教授。难怪夏天不敢跟我们说。哎呦，完蛋了，这次问题大条了，要是老爸知道的话，他一定会气炸的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谁生气啊？你回来啦？嗯，没有啦，我刚刚在跟冬天讲话。你今天下班的比较晚哦。对啊，刚刚跟一个客户交车拖比较晚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春天，我有预感，我下个月的业绩呢，一定会突飞猛进。真的啊？那不是太棒了吗？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啊，我是真的有帮扶运。老公啊，你是不是今天发薪水？哦，对对，在这里我都已经分好了。
这一包是给你当做以后我们的共同基金，那我手上这一包呢，就是要给妈当做支付家里的开销。太棒了，这是我老公给我的第一份薪水。我一定会把这笔钱啊好好的存起来给我们将来用。老公你好辛苦哦，在外头那么努力工作，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哦。我也是，还好春天没有怀疑我有藏私房钱。听也无，太玄啦，干部，退了。哎，我欠你的哦，啊，你是要给我偷啥？你连门都给我大了不错，拆除啦。无啦，我是要来请教你一挂问题。啥问题啊？是安尼啦，啊，我下点的花卡内面的钱，你甲提藏倒位啊？花卡的钱啊？我豆豆介绍你听，哈，花卡遐的钱嘛，对吧？啊，搁有呢，新岛卡的钱，对吧？啊，搁有，迄卡花岗内底遐的银角啊嘛，哈。哈，你动作慢啦，隐形伫厝的无代志做，看报纸，啊，下茶，看电视，哈，讲。无啦，你家的钱为倒来？谁创家的钱？几百块尔啦，还万呢啦？几百块啊，啊边啊啦！即马毋是这借钱的问题尔啦，是你对我无老实，你欺骗我啦！啊是讲哦，讲嘛啥咧讲啦？人咧欠西京哦，嘛等于着一千块的，欠起来当几万的。啊你欠我这一块的、五块的、十块的，哎呦！这若传出去哦，会笑死人嘞！你摸下哦，伫个淡水一带哦，一世英名哦，拢归在这严家的身上。啊，我嘛前两欠才久，啊欠足久才有这呢。啊，你若早讲吼，我其实生不如死啊啦吼。啥？啊，无啦，我是讲吼，我足过来欠的。好好，过来欠吼。啊，拢好哩呀。安尼哦，好，来，阿来，起来，起来啦。提醒啦。提醒。我唔相信，干那欠债尔啦。啊，你趁我还袂发现之前，拢总甲我交交出来。啊，若无哦，你以后日子会少歹过哦。我要教你好好取财。客气啦。歹命，最后下六十块嘛无伊啊！啊是连我这条命要创啥啦？无彩拢退步啊！这样呢？嗯，啊好，送你巧，以后拢总搞搞出来啊！哎呦，爸，爸，嗯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话若要讲透气，我目屎也擦袂离。大姐，卖啥物啊？来，哦，你是要提钱啊？哦，对，这里。嗯嗯嗯。啊，那只哥，你是你是提对啊唔对？啊？啊那，啊那减一半，哎不是，那减两半。没有啦，
就春天讲说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，应该留一些钱留着当我们未来的基金。那我觉得这样也没错啊，不然以后如果要用钱的话，还要跟你拿，这样很尴尬。未来基金？春天讲。对啊，他讲的。可是我觉得这样也没错啊，而且有春天帮我存钱，我还蛮放心的。春天帮你存钱？你的意思是讲，后摆我若咧欠两钱，拄好辛苦无够，我唔得来去甲春天甲春长手我讨钱。说不出的爱要怎么重来？未来还有什么事情能？红气球一口一口一口用爱来填满，都愿真相是爱的圆满。春天帮你存钱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后摆我若咧欠两钱，拄好辛苦无够。我唔得来去甲春天、甲春长手我讨钱。那不然我去跟春天商量一下。别商量啦，去。去。你感觉大清官人作对的，一点啊都无误差着。你甲想，咱结的时阵，你著甲我讲讲莫嘿。后界吼，你踮外口趁钱啊吼，我甲你顾钱，因为咱饲囝哩饲细吼，爱来出租水电钱，我阿兰有你，即个某够勤俭，所以我着做翁的人，甲所有的钱拢互我的某，一直几十年来我拢无变。对啦，你的钱拢拢互我，佮一出脚佮做西客，对无？迄一点仔半间小意外，莫讲啦，几百块尔哩。妈，你是不是不开心？我把钱拿给春天啊，那不然我去跟他要回来嘛，好不好？千万不可，千万不可！你若去甲春天提钱，万一你若甲春天冤家，厝边头仔讲：哎呦喂呀，这个大家那才酷型啊！为着要甲囝提钱，互因安尼大家是冤家，搁翁仔要搁冤家，这传就袂听去，你知唔知？所以呢，咱做人的大家，就是爱大方，爱有北长，爱抱着慈爱的心，照顾囝的事体，对无，亲的？爸，不过妈看起来真袂顺嘞。干嘞？袂啦，那不要紧啦。恁爸讲了嘛无唔对啊。既然到即马娶某啊，当然做翁的趁钱都要交互某嘛。恁翁仔某既然安尼决定啊吼，我尊重恁的意思啦。后摆我若是有欠钱，还是讲有需要用到钱哦，我才开就甲恁讲就好啊。谢谢妈。儿子，我咧讲有影无？恁老母啊吼，是这么明朗的人，对不对？要对错，搁嫌无会啊啦！伊绝对不是咱所想的款精神啦。无啦，妈个也是精神。噶，唔是我讲，唔是精神，唔是。对啊，我是天生美女，金童玉女啦。三工啊！
你唔免唬我啦，是唬你啦，唬我斗啥？我咧做，还佫唬我。来啦，这两粒卵啦，佮炒煮来拌拌的啦。阿母，我们家有五个人呢，啊，就这样两颗蛋够吗？我去拿。没，两颗蛋不够，水佮掺了就很满啦。哈，这样两颗蛋加水会变很稀，唔好食啦。歹食，阮家就逐工咧食。春天啊，你现在是做人的某呢，你唔是做小姐呢？你嘛爱学要俭，啊！阮大金哦，本来就赚无偌济啊，啊！即嘛哦，佫加一支嘴咧食饭，还会晓笑了。阿母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拿走大金一半的薪水，所以才不高兴啊？没啦，那也不高兴。啊，他你是阮大金的某啊，啊！阮大金赚钱交互你，啊，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，啊，有咧替伊管钱。我就感觉足欢喜啊，免来生气，没啦。啊，五颗蛋故意变两颗蛋，还说没有不高兴。对，春娘，那个，我拄仔迄个梅吼，有烤迄个半烤米落吼，啊，你水吼，甲交我落去，哈。啊，你再讲讲，冰箱的哦，迄豆豆乳哦，就是底下出来，但是哦，甲切做五分。啊，甲掺两汤匙啊豆油落，甲拌拌搅搅，哈。哈，那个豆乳已经很咸了，还要再加豆油哦，会不会太咸啊？不会啊，啊咸，咱食咧较会落饭。啊，若感觉伤咸哦，啊，就食较少，啊，食较少就剩咧，啊，剩咧留咧过顿才阁食，吼，时机歹歹啊啦，一块哦，啊，当作五块用，知无？对啦，一块要当五块用，嗯，就像那个导入一样嘛，一块啊当五块来吃啊。哎呦，你个巧哦，水饺个水会晓。哎呦，阿母啊，那是因为你教你好嘛，哈。哈哈，是啦，我教你好啦，教迄个好咧，教就好。啊对啦，我迄个会再去收块无用哦，啊去菜市啊，啊逐项买啊剁剁。兼买是行肉啦，啊无你去菜市啊，甲买两斤啊肉吼。好。啊，我提钱给你哈。奇怪嘞，啊，我都会记我身躯都有提钱，来即摆咧认无。啊，对啦，昨昏哦，啊替恁老爸去买一挂迄落卫生衣哦，啊才整理了了，啊煞袂记得去领啦。啊无，春天啊，啊你身躯有无？你身躯有，你先接，好，先来。阿母，啊，你放心啦。嘿，啊，两斤肉差不多就是60-70块吧，我有啦。两斤肉60-70块？嘿啊。你是用手的哟，要去倒买啊？啊，这是阿母教的啊。你说一块当五块用嘛？那两斤的肉，我就给他买个差不多半斤啦，哈。死早鬼啊嘞，到我来佚佗，要拼。啊，这有影哦，生病到到这天，我都唔相信我这个老姜哦会卡输你这个姊姜啊囝。啊，能叫叫会使去买啊？好，那叫，手拿叮当，切肠也要啦啊。我会搞哈，你会搞哦？我手搞啊哈。早。早啊，姐夫，是不是还在宿醉啊？头痛吗？来，坐。那我去帮你泡杯浓茶好吗？没事，我好多了啦。你呀，真是的，哎，也不看看自己是几岁的人，还患有高血压呢。别拿自己身体开玩笑，还喝这么多的酒，难道还要我啊？24小时天天盯着你看着你才可以啊？喝茶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担心了，以后不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不过昨天晚上虽然喝多了一点，哎，倒还真高兴，难得这么开心啊！是吗？很开心啊！嗯。哦，那这么说起来的话，你跟那个陈教授应该算就是，很投机、很投缘，对不对？嗯，酒逢知己是千杯少啊！太好了。对呀，我们
慈禧兄，哎，熟人人到，哎，慈教授，来来来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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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你好，伟哥你好，哎，陈教授，不好意思，昨天虽然喝得很开心啊，但是我醉得一塌糊涂，还让你送回家，哎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不会不会，千万别这么说，这是我该做的，哎，来坐坐坐，啊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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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。我看你昨天喝多了，酒醉，所以特别到药房呢，给你买一个解酒补肝的补品，拿拿着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嘛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周到啊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呀，就是啊，我就说陈教授真是一个很贴心的人哦。哎，啊，我记得，哎，陈教授，有是不是有一年是圣诞节？哎呀，那一年啊，我刚好跟我朋友去滑雪，哪里知道夏天。偏偏在那个时候得了一个急性盲肠炎哎，那怎么办啊？又除了你又没有其他的亲人，可不是吗？所以我就说啊，这陈教授真是我见过最贴心的人了，他对我们家夏天好好哦。那个时候他马上带夏天去办住院手续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特别请了那个看护照顾夏天，照顾了一个礼拜耶。你说这个陈教授是不是对我们夏天好好啊？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陈教授，没想到你不但是一个好老师，你还是一个大好人呢、啊！哎呀，爸爸，说不出的爱要怎么重来？未来还有什么事情？捧起酒一口一口一口用爱来填满，都愿转向失爱的圆满。陈教授。没想到你不但是一个好老师，你还是一个大好人呢、啊！哎呀，难得。小宝，你在搞什么鬼呀、啊？你这个小孩，怎么会见了人随便喊人家爸爸啊你？啊，没有了，小宝不是叫爸爸，是叫抱抱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抱抱。抱抱，哎。哎呦，酒喝多了，姐夫，酒都没醒，大概他听错了，我以为他叫你爸爸的，吓我一跳啊！真的是吓死大家了啊！冬天啊，外面太阳好大，天气好好，你带那个小宝赶快出去走一走好吗？为什么我要带小宝出去啊？哦，哎呦，我知道，放心呐、啊，我不会说出陈教授是小宝的爸爸。啊？啊？姐夫啊，冬天他是说他不会，说出陈教授是他的爸爸的朋友这件事，免得小宝他想爸爸嘛啊。对对对，对了，冬天你不要乱说话了，你根本就不认识小宝的爸爸、啊。陈教授，你这样就不够意思了。你既然是他爸爸的朋友，那你为什么老是不告诉我他爸爸到底是谁啊？哦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问问看夏天的意思。那夏天，算了，反正这个家伙这么见不得人，我也不想见这个人。哼！啊，姐夫啊，你说这个陈教授人这么好啊，他又刚来台湾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带他四处走一走，游览一下？啊啊，是是是，哎。那要不要我开着我的四季号的游艇带你在海上兜兜啊，看一下我们海上的风光啊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啊，一起去玩，一起去玩。那我们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记不记得昨天呢、啊？那个我的兄弟毛蟹啊？哦，对啊，他说他的老婆啊眼睛不好，麻烦你去看他一下。那你今天？对啊，我们答应过那个毛蟹他的夫人说要去看他的眼睛，要不我们现在就过去吧？好啊，那我们就过去啊。好好好，那我跟你们一起去看阿婷哈，啊，一起去一起去，好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好啊好啊，小宝，好，快点快点啊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拜拜，走，就在附近，好，谢谢，好好顾家。吴冬天，你这个大嘴巴，你看我怎么处置你，把你嘴巴给封起来。不要！不要讲话！妈咪，哎，不要吵了。妈咪，为什么人叫他爸爸爸爸爸爸？你乖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不要乱问哦。嗯。阿
哎，有差一号的，60，又一张没中，好难对哦。阿东，你来啦！哎，小俊，哎，他们两只动物在干嘛？在对发票啊，两个人想中1000万。哎，我也来帮你们对。一点点。哦，中了，中了！我看7个号码，7个号码，看。哦哟，白目哦，照前面7个号码有用吗？难怪我老爸老是说你笨死了。哦哟，真可惜，如果全都中多好啊！卖笑熊了，赶快对发票。也不一定哦，至少刚才对中了7个号码。叫你对发票。笑。小叔子，在干嘛啦？我对中8个号码哎！对的，你念我对什么哪一个的啊？好，来哦，什么事？